听说缅甸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那边有非常好多的美食以及那个风景娱乐区，那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马托老娘的娘妈过新家姑娘被奶娃的啥啥对娘子一龙大牙的把来没心内飘皮一一一呀心美娘妈对我一龙表示呀你呀的苦皮把的讲家的